告都陪同乐烟一同去救济灾民，二人在途中遇到一追着弟弟尸体跑的小女孩，她弟弟得了瘟疫死了，必须马上火化。乐烟紧紧抱着小女孩，她痛失了小五，懂得小女孩的那份苦，也只能告诉小女孩要好好活下去，连带着她弟弟的那份希望活下去。长哥半夜噩梦醒来，他口中一直念着阿施勒隼的名字，身旁的阿碧上前关心起来，长哥，希望长哥不要过于钻牛角尖，整日将自己闷在房间里。同时，阿碧也问起了长哥口中的阿隼，他误以为阿隼是长哥养的一只鸟，长哥这才道出阿施勒隼是他以前的同伴，只不过他做了对不起阿施勒隼的事情，如今阿施勒隼没来找他，恨他，他心底里也稍微能好过点。旭峰已经打听到了长哥的下落，阿施勒隼问起了详细的消息，可旭峰却不肯待见阿施勒隼，他对阿施勒隼的言语十分偏激，请老出言提点旭峰。阿施勒隼对长哥的感情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旭峰不该如此对阿施勒隼。随后阿施勒隼与元娘玩耍，旭峰再度对阿施勒隼语气不佳，甚至想告诉元娘害死公孙恒夫妇的正是阿施勒隼，他还未说出口便被秦老喝住，秦老再度让旭峰注意言辞，阿施勒隼并无过错，两方交战血流成河，阿施勒隼能答应公孙恒保朔州百姓安康已经是仁至义尽。秦老虽谅解阿施勒隼，阿施勒隼却深知自己对不住元娘，他将草原独有的狼哨给了元娘，只要元娘需要帮助时便可吹响他，他会替公孙夫妇保护元娘长大。太子上街游玩，一名叫盛兴的小男孩在有心之人的指引下故意接近了太子，他假意在自己制造的流民暴乱之中救下了太子，取得了太子的信任。流云关中，长哥得知太子来到洛阳，他深知太子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性子，故准备去找太子。未等长哥出门，司徒叫住了长哥，让长哥随他一同去南山的流民安置点帮忙。夜晚，元娘消失不见，所有人都着急不已，旭峰焦急地怪到了阿施勒隼头上。阿施勒隼正准备去找元娘，却听见一狼哨升起，阿施勒隼顺着声音寻到了元娘。看到了阿施勒隼对元娘的关切，旭峰也算是放下了心结，愿意扶阿施勒隼一把。太子因街上的暴乱而擦伤了手，他耍赖撒泼闹着不同去安抚流民，乐烟只好替太子前去。他前脚刚离开，后脚太子便激动地准备去前随劳民伤财所建的紫薇宫所游玩。南山的救灾点遍布流民，长哥看到这些流离失所的百姓，内心颇有感慨。长哥改名为阿离，他在救灾点里遇到了乐烟先前安抚过的小女孩五娘，五娘遵着关主的话带长哥熟悉南山。他将自己的悲惨身世告诉长哥，长哥也出声安抚了五娘。长哥也明白，无论什么出身，身逢乱世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命运，长哥最终走出心魔，决定留在南山与流云关一同救济难民。乐烟带着婢女单独前来南山送药材，长哥也在南山，二人历经波折终于见到了彼此。
乐嫣一见长歌便红了眼眶，长歌早已经放下过去执念，他不再恨乐嫣。正在二人关心着彼此时，告都来到南山，乐嫣只好匆忙让长歌躲起来，让长歌明日申时到房试询他，他还有好多话想跟长歌说。长歌的背影引起了告都的猜疑，眼见告都就要追上前去，乐嫣只好谎称自己肚子不舒服，告都忧心乐嫣，只抱起了乐嫣回马车。阿诗乐隼与旭峰早就互看彼此不顺眼，二人一直堵着一口气，秦老也不再拦着二人，只让二人痛痛快快地打一架。这一架打下来，旭峰总算是对阿诗乐隼心服口服。